如果我害怕，我是不是可以闭眼睛，还是低头这样子？低头不好，坐公交车。眼睛也得睁开，真的。怎么可能？对身体不好啊、那个专家说的。是，我现在做了，我这身体就很不好。这倒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对，科学依据，你得睁开眼睛，你这真的有点松嘛。不是，我这个是松的。没松，没松。我待会儿就正。好，下面有我们玩的时候的照片。好，下面有我们玩的时候的照片，去看一下。洛洛已经晕过去了，洛洛已经晕过去了。发际线也太迷人了吧！迷人的发际线，哎呀，啥呀这？哎呀，刘爷搁这怕的来，怕的了。野哥在那给我讲一点不怕，我都不怕的，都不会叫出来。做一只风筝，我有一瞬间是这样的，他就把那一瞬间给记录下来了。只有我在这里还在控制嘴里的水呢。再吸回来吗？不是，哦，是，赶紧吸回来。掉出去了，太空吗？